你在那做其他的都是没意义的。嗯，不是你会待不住，你会觉得好委屈，就觉得就啥意义也没有，有啥意思？空空的那个山，啥也没有，空寂的。那就是空谷无人的感觉，空寂的。如果你没有禅定的妙乐、妙乐，就是那种妙有的那种境界，那个山是空寂的，待不住的。就是清，那种它不是一种清净，它是空寂的那种感觉。记住，在它本身就是假设就是那么久在那，它的那种场早就影响了那一片地方。不管他是说，你说在地球的说，有人说鸡足山不是在云南，是在其他地方，但是其实每一个场都是人心导致的，全世界人都认为就在云南那个地方，假设这个入定的话，他就在那，就是即使他不在那里，那儿也起作用了，一样的。空那个山空寂的，像没有人。不修行。不修行你就待不住。也呆住，总觉得缺了东西，缺失了东西，就总觉得你没有定，没有定跟定力，你总觉得缺失了，就好像吃饭没盐，没吃盐，就是那种索然无味的感觉，做啥也索然无味，做就做不起来，就没有激情，没有，就算借电啊，是做，没啥吃饭时就是，它是个空寂的那个地方。它与佛学的因缘有关，因为加上就是要做呢，它整个记载都是入定去等弥勒菩萨的嘛。释法是在那出家多少年？二十年，不是，他到那里去二十年，在那待了二十年，这是1997年去。他还是跟那有很深的缘分，他都经常出去。他1992年出家，1997年到那里去。跟那有缘，空寂的地方，他有意思，他空寂的那些地方就是有意思，就是比如说你在红尘很累啊，很多事很烦啊，你去到有些地方你会觉得清静，高山流水啊或者什么，一下子还静下来了，让自己这个地方是一下子没了，就好像啥也没有，没有，就是寂灭，就一下子你说寂灭了，没有东西，这个世界就那种。当然说有的人可能也就是整个那个山气，那个山，有的人气了他马上就得走。有的人像那个短处，有人去了他马上，他第一天他就跑。他那种空寂，人的心呢，有时候如果是很自我自私的人更不行，他那个空寂，你自私呢就觉得很小，就觉得在那儿，哎呀，就不知道自己，就像跟不知道每天在做啥，就很清晰的看到自己在那儿别扭，在不知道搞啥，就那种。别人看他也是，就是你搞啥了，你就哎在那儿做一些，因为那个山是定的，他在那儿哎搞搞这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别人就觉得是啥人呢，就那种。其他山头看着表面上清静，其实在其他维度闹哄哄的，其实很多人很多事的。但那个山不可能，假设在那儿闭关了，谁敢在那儿闹腾？那这山神啊，什么野鬼啊，也得就待着嘛，谁敢在那儿啊乱跑？你在那儿会感觉到一无所有。就好像。生命，但是你不会感觉到如梦幻泡影的生命，你还那是大乘菩萨的想法。很多人住久了，就是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怎么努力都是，有那种感觉，自己走了很多年一无所有，但回到深圳跟广州跟珠海，就觉得还有一点，真的是那种拥有感，就是我就是普通人的感觉，倒不是说修行那是另当别论了，每个境界不同。佛法太富贵了，每个人在佛法面前都求得像个流浪者。他那种光明一旦那个入定的那种光明笼罩了以后呢，你一进去你就像个乞丐，就是我们的内心的贫穷，在那里边你会觉得一无所有，不管你拥有多少财物，你一进去你就觉得自己的心不对，
你就你他显露的是星象，你就觉得自己心里边哇，这么多年我什么也没得到，一无所有，嗯，他好像很忙很累，就是他一无所有，就算是拥有很多钱很多，你他进去住一段，他就这样，有的跟佛法有些逆反的，马上就逼走。但是大家都是不愿意很深的修行嘛，就是还就闹呼呼的去，闹呼呼的回，这个影响也不大。就是旅游嘛，那就无所谓。但是你要是佛弟子学佛的进去就不一样，你要是旅游啊游客那是另一码事了，他就没有，他切入不了那个场。那你要出家真修行那挺好的。嗯，各有利弊吧，就是那儿是就是做闭关中心，我觉得不错，比较起来做闭关，就是心能够做闭关，学大乘学经典，就是这种佛学院，走这种佛学院的路，就是学闭关，再加上讲经，那个地方清还可以，就是空寂嘛。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一点功夫，如果没功夫，在那个地方就觉得活得太没意义了，觉得就是觉得很渺小那种感觉，就是，但是迟早完了以后还得发心利益众生，历练的，在人世上历练，你才能圆满果位。其实基础上就把那个金顶是吧？它那个顶也叫金顶是吧？就金顶做开发，做成旅游中心，就是大家去朝山的地方就在那儿，剩下这底下这些小寺院去做成闭关中心。闭关休息的地方，极少旅游人去。他那个山空寂，就慢慢他没开发嘛，开发出来修佛的人越来越多，他做成闭关中心就会有人去。光走波州也不要做，还得哎法门无量吧，都多一些吧。那你这几个月的走就像我。也不一定吧，我这样看身体没，还有老妈老爸这一堆。他现在身体好点吗？看上去好点了，我觉得就像个纸老虎，一碰就又倒下了，就一有点啥事好像就不行了那种。我观察他，当然是外边看着就没问题了，里边不行，就里边虚空了，就是那种他常年病的那种，就是反正就这么就是凑合着。吃点药瞧他能不躺下不倒下，就这样，然后大家哄着，自己的自我调整的能力比较弱很差，就像小孩子了，你每一出去你来公司都问你干嘛去，你又去公司，你能不能不去啊，就这样子，以前不会的，就现在就这样，你能不能不去啊，就在家里吧。以前他会想到你要去公司做事啊，现在不行，他就会说你要不不去了，他就恐惧，他怕你走了，就那种依赖。没有人，没有人照顾他吗？现在我不是在吗？还带着那些少女最高都在吗？公司俩暂时，因为前一阵子他摔了，就我怕他瘫痪了，先把这个调过了。然后就公司也得帮忙，就这么先凑合着，在东门那边住。他说他要差不多平衡了，心态好了，我看看再想办法呗。走几天还是可以的。他说，就我大姐啊、大哥哥过来也可以。七月份以后，那雨季开始就没那么好，这几个月就特别好。啊，就这几个月好。七八九，他就下雨。嗯。他们是安居，就是七月份开始吧，对，安居下安居嘛。现在四月常住有多少？常住上下院都有三十多个人，各三十多个人。三十个，常住。平时就连义工啊，这种有100没？嗯，有。那吃饭啊什么都可以。他上下院有大食堂。有上下院嘛，各有六十，就各管各的。他差好，落差起码有200米，嗯，就落差了200米。他就下月分女众，
就是下游全是女众、嗯、女众自己管理自己去住。你这是不是女众叫一子男众吗？他们说是那个，我戒律我不知道。哦，佛法里边女众就是二生嘛。对呀、啊，男的叫大生。他要必须要有一子，我也搞不懂他们怎么。他就大生二生这些就。意思反正女居，然后是男居士女居士，就是、嗯、就是一等一等的公民，就是这个事情。